水渡船头河畔有间鲜黄色的小屋，十分吸引目光。这个可以一边看着窗外河景一边用餐的小屋，不只是外观抢眼，里面的装潢也十分有特色。室内采用和外观一样明亮的黄色，营造出活泼的气氛。中央摆设许多花卉植栽，让室内和室外的绿意相互呼应。走到窗户旁的座位坐下，细白的贝壳沙就这样洒落在玻璃桌面下。抬头望向外头的水岸景色，仿佛在热带岛屿的海滩一般浪漫悠闲。这里主要供应轻食简餐，无论是用餐或是单纯吃个下午茶，都十分惬意。